哇，好多小兔子棒棒糖啊！哎，怎么还拿走一个呀？还吃上了！喂，别吃了，快住嘴！哎呀，告诉你了，少吃，牙疼了吧？哎呀，叫你半天你听不见，赶紧把嘴张开，快点！哎呀呀，好多蚜虫啊！看我把它们全都打跑，打！清理干净了，回去。哎呀，现在不疼了吧？不疼了，已经被我都打跑了，以后要少吃糖啊。行了，我走了，拜拜，再也不吃了。哎呀，又冷又饿呀，树杈子都干枯了。那边有个果实，我过去看看。哎呀呀，差点掉下去，小心点走。好新鲜的果子，我可以填饱肚子了。哎，怎么还有人跟我抢呢？哎，你别拿走，我别走。哎，干嘛呀？你还要吃？哎，注意点，这还有人呢，别呀！哎呀呵，不小心被他给吞进肚子里了。快放我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我要出去，快点放我出去呀！我还会回来的。猴哥，过来吃巧克力。来了。怎么回事？你这个这么大，我那个这么小。为什么？你小当然吃小的啦，大的你又吃不了。不行，我就要吃大的。去，你去那边吃小的去。去。大的吃着才痛快呢。哎呀，不行了，有点吃撑了，吃不了了吧？眼大肚子小，快别说了，哎呀，都快撑爆我的肚子了，哎呀，我得找个地方歇会儿去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竟然是一个玻璃杯里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别倒呀！我不会游泳啊，怎么还往里倒可乐呀？看着点，喂，有人呐，别喝我！被喝进了肚子里了，这是。怎么回事啊？打了个嗝。又打了个嗝，这样我就能出去了。喂，再打一个。我出来了。哎呦，真疼啊，把我屁股都摔两半了。赶紧回家歇会儿。真疼。一罐小牛奶。我喝上一口。怎么还动了？这是哪儿啊？放冰箱里了。喂，看着点，不要把我关里边。好冷啊，快点出去。好冷。别歪呀。我站不住了。这牛奶都冻成冰坨子了。幸亏我有一身毛啊，不然也都冻硬了。赶紧回家暖和去吧。哇哦，好大一盘爆米花呀。没有人，我吃上一颗。真好吃。刘哥，怎么回事？我说怎么越来越少呢？原来都被你吃了，今天我就要把你困在这儿。我以后再也不敢偷吃了，求求你放我出去吧。没门。别走啊，我回来，我不想被困在这儿，快放我出去。这么大块黄色的是什么呀？好大一杯饮料啊，我上去瞧瞧。站不住了。又掉进水里了。我不会游泳啊，看着点啊，不要吸着我。又被喝进了肚子里了。快点放我出去，出去呀。我有新衣服。他又要出门干嘛去呀？等等我。
正好电梯来了，嘿嘿，坐电梯呢。啊，外面真是晴空万里的好天气呀！啊，还开车玩去？啊，等等我，我还没进去呢。对，上车系好安全带，走喽，稳当着点啊，我可晕车。我上去站着，哎，这个视野真的好呀。啊，美女，你稳住了，稳住了，冲冲冲！啊，好快呀，好刺激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，都给我整晕车了。啊，你别走，等等。这是到哪儿了？要买杯咖啡吗？这也不像咖啡呀。好大一桶啊。原来是一个脆桶冰激凌。等等我，你出来这么远，你就为买根冰激凌吃啊？啊，要你管。不是我想管，能不能给我吃一口啊？去你的。你个无情的女人，我还会回来的。小猴子，我饿了，去给我找点吃的。你想吃什么呀？随便。随便。好，你等着。随便，这哪有啊？那儿看看去。这么多随便，那我就随便来一个。走。你这随便还挺好找。行了。快点把手伸出来。我说我饿了，你给我拿个冰棍回来。你不是说随便的吗？还真是随便。我说的不是这个。哎呦，这女人真是难伺候。爱吃不吃，不吃拉倒。美女过来了。端了一盘子什么呀？看起来好脆好好吃的样子，我去瞧瞧。哇，原来是大肉丸子，真香，真好吃。被发现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别生气啊。我还会再回来的。这花长得好奇怪呀，嘴张那么大都能把我盛下，我进去瞧瞧。空间可真不小呀。美女过来了。摁牙干什么呀？这花怎么突然闭嘴了？别走啊，把我夹这儿了。来人呐，我不想被压在这儿500年呢。今天吃点什么呢？就吃它吧。这突然扔过来什么呀？彩色毛毛虫。这五颜六色的还真好看呢。看他吃的我也馋了，可是太大了，我吃不下呀。你说这大冷天的，你带我出来干嘛呀？既然都出来了，你就跟我走吧。你别走。你等等我。这是到哪儿了？水帘洞。这不是我的老家吗？我得进去看一看。还是那么漂亮。这一栋一栋的小石头上面还挂着牌子。你走那么快干嘛呀？越往里走越漂亮，这还有一个宽敞的大道，我跳我跳我跳，还一个水轮。又干嘛去了？等等我。真大呀，好漂亮啊，都成网红打卡地了。水帘洞拜拜了，改天我再来玩。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带你去买好吃的。好，走。来到了一条小吃街。我看看要买点什么呀。这是章鱼小丸子，来上一盒，来上一盒。
加上好多料子呀，这下可以吃个够了。嗯，快点走走。嗯，他吃的真香啊。哎，别光自己吃，给我来一口啊。对，拿过来。嗯，哎呀，就是香，真好吃啊。我们继续溜达。饿，走喽。